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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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我哋要开始学打卡康啦。咁呢个卡康鼓咧系 mini size 嘅，咁我哋就首先学咗点样打先啦。好啦，咁咧如果我哋嘅手咧右手啦，边个右手啊？右手。就打中間啦，要一個低音嘅 bass 啦，你將個手指合埋曬嘅，係啦，打一下 bass， 係啦 ，bass， 打完之後個手擺落去啊，唔好攞出嚟，即係唔好彈起，擺咗落去，掂住，係啦，再一次喎，係啦 ，very good， 跟住啦就係 snare 啦 ，snare 咧就係上面嘅。咁咧又有半個手，即係手指啦，就掂到個鼓啦，但個手掌咧就掂唔到嘅。喺側邊度喎，大力少少，係啦。咁啊，做一個練習咯喎。呢個練習咧就係咁樣嘅，跟我做啦嚇。我數四下啦 ，1、2、3、4，掂住佢嘅。跟住就練呢個 snare 啦 ，snare 就喺度啦，呢邊啦，又係咯，我數四下啦，就變成咁樣嘅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OK。咁我哋將佢變成一個節奏啦。我而家就咁樣嘅，一同埋三就打 bass 啦 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。唔係呢個手關手 ，2、3、4，1、2， 跟住二四加個 snare 啊 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個嗰個 bass 係黐住嘅 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， 再嚟兩個，得兩次 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，OK。